大家请合掌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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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无上甚深微妙法。一千万劫难遭遇，五经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阿弥陀佛，大家请放掌。咱现开这个第七十七页的所在，七十七。今次咱已经讲到尾啊，上尾一行来吼。那么认真解算起来吼，应该是尾啊第二行开始，吼尾啊第二行开始，一直到上尾一行是咧讲菩萨的六道啦，七界，啊。是诶，布施、持戒啊，尾应该是为尾啊，第三行开始算吼。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智慧啊，咱咧文啊注意看吼，都是咧讲菩萨的六道。这六道一直讲到七十八页，吼，七十八页第一行煞啊。七十八页第一行讲：离通达世间，出世间非，有无？啊、哦，讲到这煞，咱顶礼拜拄好讲到这，好、哦，所以今仔日为七十八页第一行的这个所在来给接起吼。是行啊，禅位离现方便，随诸经义啊。这禅位就是咱的内心禅取吼，就是讲内心无正直，嘴内面可能讲好听话，但是内心可能真妄道啊。看到一些人啊，真有才能啊，啊嘛生做个庄严。啊！表面上就去甲伊讲好听话，讲哎呀，你修了真好啊！哦，相貌庄严，佫真有才华。哎，但是伊的内心安怎？该暗度，是毋是？嫉妒啊！这是咱人啊，看到人好吼、哦，咱不耐他容啊！哦，看到别人成功啊，出头天啊，啊，咱有时反悔安怎？内心咪感觉讲，啊，有啥物了不起，吼、哦，啊，就伫个搭讲一寡有诶无诶，诶，但是当即个人面头前，佮对讲诶话，佮拢是好听诶，即内心诶不正直啊，内心无啥物，但是咱即马学佛吼，就是爱转变咱凡夫诶即个习气嘛，啊、哦，咱爱尽量想好诶。嘴嘛是尽量讲好的，哦，心、口、意、三业，拢爱为善的、好的方面去做，这嘛是佛教一个基本啊，哦，诸恶莫作，向善奉行，哈、哦，这是一个基本啊。虽然菩萨来实现着这个，忏悔。啊、哦，位就是虚位、虚假啊，这虚假就是拄啊讲的，表面甲内心无同款啊。嘴的是咧讲好听话，但是内心都毋是安尼想位歹去，这就是虚假啊。菩萨虽然来实现着这个欠缺、虚假。但是，这是为了要度化众生啦，啊！不过菩萨在安尼做的时阵吼，
咱并咱凡夫未知影讲对方就是菩萨。哦，这菩萨咧度化众生是度于无形之中啊。哦，伊咧安尼实现的时阵，咱会感觉讲伊敢那是凡夫同款，其实唔是，伊是菩萨。哦，啊，伊的实现，伊未予咱知影伊是咧实现啦。但是伊是用种种的善方便，是要来度化众生的。伊的内心是甲这个佛法的教义、这个道理相应的。经文安尼讲，随诸经义呀，随就是相应的意思。这个随，吼、哦，咱讲跟随、相随。即搭系即个随理，爱甲伊解释相应。菩萨伊个实现是实现歹个，但是伊个内心是正直个，是甲即个经教所讲个法、所讲个即个教义相应。哎，这是菩萨啦！啊，那有时咱嘛知影吼、哦，菩萨伊个视线吼是很金刚入目相。就是生气啦，哦，菩萨有时会实现那生气，但是伊敢有真正生气？无，菩萨的内心是如如不动啊。哦，这咱等下买看有些比例吼、哦，来后一句，实现骄慢，利益众生，犹如骄雕牛啊，雕牛。这菩萨来实现着骄慢，大家知影哦。咱人若骄慢哦，会互讨厌，是不是？啊，表示讲家己敢若真牛，哇，这也会响，那也会响，哦啊，在众人之下，之上，骄慢嘛吼，甲、哦、大家拢咱下骹去安尼哦，家己上牛，这骄慢，这骄慢的人，咱大家看吼。哦迄感受应该拢无好，拢无好，所以咱爱做甲安怎，爱知影谦虚，哦，可能家己真高无唔对，但是嘛莫伤碰风，爱学向谦虚呀，啊，这世上嘛是安尼讲啊，谦受益，满招损啊，对不？你若谦虚，用个得着真好诶，真济好处啊，啊，你若真骄慢。其实歹处就带来啊！啊、哦，佛法嘛是同款，袂用个骄慢的。但是菩萨是很骄慢，这有时就是要对治众生啊，有时是要为着对治众生啊，哦，嘛是为着要度化众生啊。所以呢，菩萨是很骄慢，其实伊是要做众生的这个桥梁啊。这桥梁，咱还知影。咱若要过一条河，啊，过一条溪，爱为这岸甲彼岸，爱行啥物？爱行迄班桥嘛。你若无桥，你都爱立水安尼立过，万不离水若伤深，阁立袂过。所以一定爱有桥对无？所以桥梁就是有度化的意思，有度化众生的意思。菩萨来实现着骄慢。嘛是要为着度化众生啊，但是雕牛阁有一个意思，雕牛是让人立个脚下脚对无？咱是毋是立个雕牛顶冠安尼行过？菩萨虽然骄慢，但是菩萨的心其实是真低，哦，拢让众生立伫个顶冠，拢袂紧，就敢若雕牛同款，这个意思。哦、所以这是表面上，哦、表面上菩萨安尼，哦，是很骄慢，伊的内心是真谦虚的，真低，哈、哦，有这个意思。后一句，是行诸烦恼，离心上清净。啊、哦，菩萨有时嘛是很啊，哦，真烦恼，哦，咱凡夫哦，不时嘛是烦恼，哦。遇到不欢喜的人，咱嘛烦恼；遇到不如意的代志，咱嘛烦恼。反正这世间呐、啊，
不如意的代志，十件八九件哦，拢是予咱真不如意。这世间就是安尼，啊，咱爱了解。世尊甲咱讲啊，这世间是一个苦集灭多的苦啊，这世间确实是苦啊。如果咱也无法度来体会到这世间是苦，安尼吼，咱袂想要来脱离这个苦。你会阁想伫个这世间讲，这世间嘛是袂歹啊，哦，这个有好食的，哦，有好佚佗的，啊，你会伫个这世间的五欲六尘安怎，不断的沉迷，不断的追求，会安尼。啊，但是算算的吼，咱这世间其实是无正经袂解困惑啦，哦。因为大家拢应该有靠过才对啊，种种的烦恼应该不渡过才对啊。好，那知影靠，这不是歹代志。知影靠的人，才有法度想要来脱离这个靠。啊，咱这明主吼，咱中国孔子以后出一个明主对吧？啊，伊伫个这个明主内面有安尼写，但这两国语也较顺吼。人横过难，人横过难后能改，哦，困于心，横于虑，难后做啊，真讲多还骨头，后边个有啦，哦，要讲到后边去就是生于忧患，死于安乐啦，哦，我先讲后边迄句，生于忧患，死于安乐，咱人吼。那拄到这个烦恼，你有这个忧患的时阵，你会较定心，你会想办法讲，我要安怎甲伊突破，要安怎阁行落，安尼唔才有法度继续，哦，这就是生存之道啊，对不？所以咱若拄到忧患，这唔是歹代志，等到伊是一个正常的一面，互咱阁有法度继续落去。但是啊。咱人吼、哦，那活了想安乐，生于忧患，死于安乐。安乐会乎咱人哪来哪失去这个坚强的意志、坚强的意志，咱会哪失去哪失去。而且吼、哦，想过安乐，咱吃不了苦了，哦，吃不了苦啊！啊，拄到一挂逆境的时阵。都动不了了，这就是明主讲讲啊，生于忧患，死于安乐。但是得多啊，各有讲有一句哦，困于心，横于虑，难后做。这什么意思？咱人哦，心肝头闹烦恼，闹艰苦，咱会跟那用白条的对不？会用白条的吼、哦，啊、哦，横于虑，迄、那个虑，就是咱讲的。思考的意思，这思考若动掉的，有阻碍的时阵，咱嘛会想办法，看要安怎解突破。这是咱人的一个本性哦。啊、哦，因为咱走路的时阵，哇，头前动一粒苗，这大粒的这个石头的时阵，你就会想办法讲，我若无法度解，安尼我爱安怎解？你就开始去，大概就去想啊，对吧？哦，看安怎解啊？看是要斜路，还是阁行白条路？总是一定爱把这个石头，而且障碍安怎解摆低，安尼解行过。所以咱若拄着苦啊、艰苦的代志，哦，是感觉真烦恼啦，是感觉真磨啦，这拢无唔对。但是，这个艰苦甲这个磨，你若会按好好啊解运用。伊是予咱进步，而且动力啦，伊会刺激咱的修行啊。啊，那过了真舒适的人哦，你要叫伊来修行哦，伊会讲，我享乐都袂赴啊咧，我哪会要过来修行来苦修呢？是不是？啊，所以拄着苦啊，咱爱怎样？这对咱来讲应该是有帮助吼，食苦敢那食补，爱安尼想。菩萨其实内心
无任何的烦恼啊，伊嘛实现烦恼给众生看，为什么要安尼实现？啊，你看这段文自头到尾，菩萨的实现，拢是一个负面的实现，拢是非道嘛。菩萨行于非道，这非道就是一个负面的、负面的实现啦，拢是歹的实现啦。但是伊歹的实现，就是要度众生。菩萨无真正烦恼，伊菩萨实现烦恼，嘛是要让众生看，让众生知影讲，这世间都是遮尔那苦恼，咱爱想爱想要来解脱这世间的苦恼。啊，若这世间大家拢感觉真快乐，都众生都不会修行啊，都不会修行啊，是不是？啊、有好食的、好穿的、好啉的，啊，拄着好天气出去佚佗，真快乐啊！啊，你讲叫伊来修行，伊会感觉无碍啊，是不是？啊、哦，所以菩萨是很烦恼，就是要让众生知影，这个、世间是烦恼的，哎，爱紧来修行。啊，但是菩萨内心清净哦，一点啊烦恼都无。后一句，是以念佛。理顺佛智慧，不随他教。这菩萨啦，嘛实现安怎？实现这魔啊，念魔，就是是离依魔，就是菩萨来实现这魔王，或者是魔子、魔孙。哎，但是菩萨，伊虽然安尼实现，伊唔是真正要来。阻挡众生的修行啊！菩萨，这魔是安怎吼？魔的定义吼，魔的定义都是阻挡修行人的修行，叫做魔啦。啊，在佛教内面讲的魔有四种：天魔，咱即马讲的，这都是算天魔这款。菩萨是现天魔安尼吼，天魔。啊，佫有甚物魔？家己的烦恼魔。其实咱众生吼。凡夫的修行境界还无够，天魔还未甲咱，未来甲咱阻挡，甲咱考验。咱大部分凡夫家己的魔，凡夫的魔啊，都是家己的烦恼魔，拢是家己的烦恼咧阻挡家己呀。哦，贪嗔痴生起来时阵未够的修行咯。哦，这生气的时阵、气噗噗的时阵、失去理智的时阵，未够的修行咯。所以拢嘛是咱家己的烦恼魔咧阻挡咱家己修行，是不是？啊，搁有即个死魔啊，死魔就是妄心去啊。啊，本来修行啊，感觉修了袂歹，但是还袂成就。但是世间无常啊，突然间一下手，哇，妄心去哦，哦，或者是破病，或者是即个车祸，啊，一下手妄心去。修行怎啦？中断，无法度阁继续，所以死对修行来讲，嘛是一个真大的阻挡。如果讲一世人能个顺利来修成就，这是上理想的。啊，不过修行哦，大家知影，生生世世代志啊，唔是干那一世人都马上有法度，除非是过去世已经修了真好。即世本来就是已经要来成就的啊，要来证果的，啊，即世人都真顺利。啊，若无依咱凡夫来讲，这生生世世修行吼，啊，佫真好通好修。但是咱嘛是希望讲顺利啊，你修行莫有障碍。但是这生命都有时袂按算的啊，无常之来的时阵，无法度佫继续修行，所以死嘛是一种的魔啊。哦，中断咱的修行，啊、哦，搁过来就是五蕴的这个魔，五蕴就是咱的这个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，这五蕴，慢个叫五蕴呐、啊，蕴呐、啊，哦，这蕴就是讲阴天呐、啊，哈、哦，天顶拢有云，砍掉的。所以哦，咱众生拢去有无明砍掉的，如痴啊！哦，咱众生都是去有无明砍掉的如痴，唔知影诸法的实相，
所以因为无明烦恼再来作业，作业再来干扰咱这个报心，咱这个身躯，所以咱让咱这个身躯安怎缩白条的，让咱这个五蕴缩白条的。啊，既然是缩白，伊对修行都有障碍啊。比如讲，有个人对家己的身躯啊，真执着啊，惜命命。哦，你讲要叫伊来修行，吃一寡苦，无法度，吃袂来，是不是？所以咱的五蕴本身，就是一种的靠无明砍掉束缚，甲咱束缚掉的，让咱袂自由自在。所以五蕴本身就是一个魔啊！啊、哦，这佛教讲的四种的魔，咱起码讲的魔是算天魔。菩萨来实现着天魔，其实吼、哦，伊毋是正经要来阻碍着众生修行，嘛是要度众生啊，是要来考验着修行的人啊。大家还会记得未？伫个进行啊，吼、哦，咱伫个顶一期上尾的所在有讲着讲，即、这个三千大千世界真济魔王哦，真济魔王哦。拢是经地的这个大菩萨来实现的哦。过一个暑假吼，可能袂记啊，无要紧，咱回头先吼，应该是伫个顶一品啊，我小显示吼。啊，好好，第六品的所在，第六品，六十五页，六十五页第一行。啊，咱掀开六十五页，看为第一行则讲：逆时为摩诘有大伽耶舍林者啊，十方无量阿僧祇世界，阿僧祇就是无法度计算，十方有无量无边无法度计算的这个世界，这个世界中作魔王者。在无量的世界有很多魔王，这做魔王的是什么人呢？都是、哦、第二行咯，都是自不可思议解脱菩萨。哎，是这些不可思议境界解脱的菩萨来实现魔王啊！啊，为什么要实现魔王？下卡安尼讲，因为伊方便六个。教化众生现作魔王，有看到吗？所以菩萨为什么要实现魔王？嘛是要来教化着众生啊，嘛是要来教化着众生啊！啊、哦，啊，其实就是咧考验修行的人啦。会互魔王考验吼，甲恁讲，爱感觉欢喜，一般的人佫无法度，这就是修行修到有一个境界啊，你知影无？要成就啊，魔王来给你做上尾的考验，看你有资格无，有资格无？啊、哦，愈修行的人，有时的考验愈大哦。咱若无修行，就准煞。哦，你就无修嘛，人慢慢来给你考试啊。但是愈修的人，吼、哦，若拄到愈大的障碍的时阵，你爱感觉欢喜，因为这是考验，这不是要给你阻挡，你爱。可以考一个，你爱可以考一个啊！这读经文都是有这个好处。那咱凡夫的心态吼，那拄着障碍，咱拢袂当作是考验啊。拄着障碍啊，这代志好啦，这歹做，障碍这多，啊，无卖发心啦，哦，放手，哦，放下，啊，就出在去呀。咱凡夫都安尼。安尼都袂进步，安尼都袂进步，咱都爱安尼想，这都是咧甲咱考验。咱今仔日哪话都考验会过，咱的修行，咱的功德，搁进一步咯。所以哦，啊，拄着大事真恶做的时阵，真困难的时阵，嘴齿紧加的啊，哎，较坚强的，忍耐该做落，咱安尼才会进步。啊，顶一回嘛，有甲大家来分享着明主吼，伊嘛是安尼写，世间的世间就是安尼嘛，哎，道理嘛是安尼啊。
嘛是先念国语啊，台语就是袂顺。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匹夫，空乏其身，行拂乱其所为，争议其所不，然后争议其所不，所以动心忍性，争议其所不能啊。哦，这人，哦，那要成就一个真大的事业的时阵，天会来给他考试，哦，会来给他考验，啊、哦，伊咧做虾米代志的时阵，就故意给安那阻碍，啊、哦，行拂乱其所为嘛，对不？这人咧做代志的时阵，这上天哦，伊就故意来给他种种的阻碍，可以。啊，看伊忍耐条未？看伊忍耐条未？动心忍性嘛，对不？忍耐条，这个人才有法度做大事；忍耐袂条，这个人无法度做大事业，是不是？咱《论语》经卷嘛有讲啊，孔子的《论语》啊，吼、哦，小不忍，还是故什么？则乱大谋啊！拄到一个细项的代志，你忍袂条，你要成就大事业，无可能。不可能，用个忍耐的人，才有法度来承受大的事业。咱讲吼，这汉朝啊，汉朝吼，这开国的皇帝是谁？汉高祖。刘邦啊，刘邦嘛，对不？啊、哦，这刘邦啊，伊个楚国这项羽啊、项羽啊、楚霸王啊，两个咧相战。刘邦战败了，这时阵啊，项羽派兵把刘邦规个围掉的，哇，真正真紧急啦哈，很紧急。但是刘邦伊个手下有一个名将，哦，这确实军事家真厉害，大家原来应该拢捌伊吼。咱国校咧读册，用个忍受胯下之辱的，这个人是啥？韩信。这韩信伊是大将军的将才啊，军事家。但是伊咧细汉的时阵拢互欺负，细做伤细汉。人讲来拄着迄砖头内面的流氓吼，来该欺负啊，叫伊讲为个个人较安尼行过啊吼，爱忍耐无？无忍耐就无以后的韩信咧，嘛是爱忍耐啊，啊都安尼爬过啊，这真共武力对无？然后男儿膝下有黄金，跪都袂使，佮跪下脚安尼爬过，忍耐掉了，以后做大将军。这韩信今后率兵作战，哦，伊起码知影这刘邦叫项羽吼，跪个围掉的时阵，伊就甲刘邦讲啊，你要我救你可以，当然是刘邦的大将军，一定爱救啦吼。但是伊开一个条件，伊讲吼，你爱封我做过齐王啊、齐王啊、齐王啊、齐国的齐王，但是毋是真的啦，是假的啦，假的。吼、哦，这消息传到刘邦的耳仔内面的时阵，刘邦迄当阵就真生气。这时阵我项羽安尼围的时阵，你无紧赶来甲我救，你搁要？叫我给你封些假职哦，都要发作啊！你知无？都要骂你知无？这时阵一边啊，吼、哦，这张良啊、张良啊，吼、哦，都为刘邦的脚直接给他落来，这个给他提醒啊。刘邦听到这张良啊，那个落着脚的时阵，伊马上反应，本来想要生气、要骂人的啦，吼、哦，到尾落结了，伊随反应吼、哦、转变。什么假的这样？咱要做都爱做真的，忍掉，你知影无？随忍来，随忍来，都、就是因为安尼，封这个韩信最真的假用的，这这样了吼，韩信派兵来救，才解围啊，才解围。那以后，因为刘邦解围了，有韩信替伊作战，伊唔才成就这个开国。汉朝开国的这些皇帝，那无韩信吼，刘邦伊袂晓作战，
甲项羽的战争拢嘛是失败，刘邦啦，都是拢靠这个韩信。韩信吼，伊一世人有四处的大战，拢战赢，因为这四处吼，才有法度和这个刘邦来做皇帝。所以韩信确实是开国的功臣啊，不管是刘邦，不管是韩信，因拢是受过这个委屈，安尼忍辱。忍辱下来了再来承受他们的思念，同样我们在这个世间、要来承受一番的思念，你也是要吃苦要忍耐、甚至是要承受出世间的这个修行、我们都想要继续解脱，解脱敢有那么简单？你无认真真正打拼下去修行哦、有时甚至是真正可修，你无安尼修行，敢有法度成修？好、哦，咱嘛知影，世尊要成佛的时阵，魔王有来考验无？有啊，世尊释迦佛咧铺在树卡的时阵，哦，这时阵入禅定内面，哦，伊咧体悟这世间的实相，这时阵魔王就来啊啦。魔王先派这魔子魔孙来嘛，无效派魔力来，无效魔王家己来啊、哦！所以这世间的考验吼，这咱拄啊讲吼，这是有好处，无歹处，但是咱爱忍耐落来。啊，这菩萨来现做魔王，嘛是来帮助众生的修行啊。但是菩萨虽然是奉是现做魔王，伊的智慧是随顺着佛陀世尊的智慧，理顺佛智慧，有无？这句经文啊，哦，是现做魔王是实现的，但是菩萨伊是随顺着佛陀的智慧来度化众生，不随他教，不随他教就是不随顺外道啦。他教就是外道啊！哦，咱是来学佛，自从受三皈五戒了，咱就是爱皈依三宝，无阁皈依天魔外道，对不？所以无皈依天魔外道，就是不随他教。啊，那皈依外道，随顺外道，这是无法度解脱啦。咱知影，世尊哦，伫咧做太子的时阵。去考修，啊个，伫个雪山内面考修六冬啊，六冬。印度迄当阵吼，的考修一般的考修拢是三冬一期呀，都跟咱咱读佛学院同款，三年一期或者是四年一期安尼吼。啊，印度迄当阵修考行的人是以三年一期。哦，来修科行，世尊实现吼，迄当阵做太子实现，一修两期六冬，啊、嘛是实现啊，就是要让咱知影，修搁较侪科行吼，拢未解脱。你若无正知正见，你搁较安怎修科行，未解脱就是未解脱。这点让咱知影，咱修行。爱先培养咱的什么？正知正见。无你若无正知正见，你的修行一开始偏一疏啦，你唔知哦。哪行就哪偏哦，哪修就哪离迄啰，解脱就哪来哪遥远哦。哦，世俗讲的啊，失之毫厘，差之千里啊！一开始差一点点啊，尾啊哪行？就哪远差哪济啊！这真危险。啊，咱的心脑正知正见，有这种智慧，咱的修行就袂去会偏去。唔惊慢，修行唔惊慢，惊喺正确方，惊喺方向无正确。比方向无正确，你中国较紧，只是死国较紧嘛，对吧？但是你方向有正确，慢不会紧啊。偷偷行，偷偷行，总有一天行会到啊，会成就啊！哦，所以咱对这个
政治政见的培养真重要。啊，政治政见的培养，第一啊，或者是咱家己来研究这经律，家己研究嘛可以啊。不过，那家己研究较有些问题啦，较会闭门造车啊，因为无人教、无人讨论嘛。啊，你家己了解，可能是你家己的意思。啊，是咪甲佛陀讲的有相像？你唔知，因为家己的意思，家己想的啊。哦，用家己的意思来理解这佛经啊，这可能较有问题啊。但是今仔日，有善知识来甲咱教，有同学来互相讨论。啊，这较袂落伫个闭门造车吼，啊，甲家己关起来安尼，较袂有这个问题。啊，咱这段不随他教，菩萨虽然是现魔王，但是是随顺佛陀的智慧，不随他教。好，这句十二声闻，离位众生说离闻法。啊，这句就是讲菩萨。伊卖实现声闻呐，这观世音菩萨《普门品》内面啊，有安尼讲，众生爱用什么款的心来度菩萨，都实现什么的心啊？那是国王，咱要度国王，菩萨都实现什么国王的心嘛？对不？啊，那是要度化解乞丐，菩萨伊都会化作些什么？乞丐的心来度，哎，这就是菩萨以千变万化的化身哦。众生因以何心而得到菩萨即现何心？同款，这个人若是声闻，菩萨就用声闻的心身躯来解度化。啊，什么叫做声闻？哈，底下我稍解释一下。哎，声闻就是修行，不过一开始的声闻应该无这个意思。一开始吼，伫佛陀在世时阵，所有的佛弟子拢用的叫做是声闻。为什么？因为拢是听闻佛陀的音声教法，才得到开悟的。所以佛陀在世，所有的佛弟子啊，拢嘛是因为听到佛陀的说法。这音声的说法，对不？再来修行，再来进步。所以所有的佛弟子，拢啊，无电了，啊是啊，都有啊，吼、哦、啊。所以啊，所有的佛弟子吼，拢用的叫做是声闻。但是为什么声闻了说变作是修行的代名词？吼、哦？因为伫个佛陀灭了吼，应该是无定嘿。等机无啊，等机无啊，谢谢哈。因为啊，伫个佛陀灭了，差不多五百年的时阵，哦。大乘佛教开始兴起来，佛陀入灭的时阵吼，伊当阵大乘佛教还未兴啦，差不多伫个佛陀入灭五百年，佛教大乘佛教开始兴。这个大乘佛教，伊就是要广度一切众生，哦，菩萨的修行是为着要让众生解脱利他为先，当然家己嘛是爱解脱啦。但是菩萨是以解救众生的苦为优先啊，所以对着这个当初时这些发家己解脱的心吼，无要度众生的这些修行人，啊，这就该叫做修行。啊，当初时佛陀的弟子啊，一直伫佛陀离别了后啊，一百年。佛教开始分裂，分这些派就对了吼。啊，这些修行人吼，大部分拢是为着家己的解脱的修行。迄当阵啊，佛陀入灭了，真侪佛弟子拢是为着家己的解脱的修行，
无大部分拢无发心来度众生，就算有，嘛是随缘咧度啦。无参像菩萨吼，则积极的，则拍拼咧度众生，无。那有多拢是随缘。啊，像大乘佛教是兴起来的时阵，因就讲啊，恁现在拢为着家己的解脱咧修行，恁是修行。所以啊，这新闻转变修行的代名词。咱即马伫个经文顶观看，菩萨为着要度这个修行，伊嘛来实现着这新闻的这身份吼，身份来为着众生说法。但是菩萨虽然来实现着新闻，伊为众生说法，伊所说的法佫超过新闻，所以叫做讲什么？你为众生说微文法。未闻法，什么是未闻法？咱知啊，新闻吼，伊都是家己无法度解脱，一定爱听即个佛陀的佛法的即个音声，吼，即个法语才有法度解脱。所以即个新闻吼，即个佛陀的大弟子即个新闻吼，那是唔捌听过的法，伊无法度讲，伊无法度讲。总是有听过，有体悟，伊才有法度讲。那唔捌听过物件，伊都无法度讲啊，对不？所以那是超过声闻之法，这声闻是无法度讲的。不过菩萨是实现啦，菩萨的境界是超越着声闻。虽然菩萨来实现着声闻，但是伊所说的法是超过这声闻唔捌听过的法。是什么法？大乘法。咱伫个经大乘经典吼，大乘经典的经文，常常拢会看到这种讲，这种的情形。吼，不管是娑婆提啊，不管是舍利弗啦，不管是阿难呐，或者是大伽舍，伫个大乘经典，因听到佛陀咧讲高深的大乘法的时阵，因拢会听到尾啊吼，会哭。为什么会哭？感动啊！吼、哦，自这个证到阿罗汉以来，得到慧眼以来，拢唔捌听到佛陀讲这哩那高深的大法，有无？拢唔捌听过。未成文法，未闻法，未曾听过的法，啊，这是什么法？就是大乘法。所以菩萨是很新闻，以为众生说法，唔干那是讲新闻法而已，甚至我那讲大乘法，这就是超越新闻的意思，有了解吼？好，还有一句：十二片地佛离成就大悲，教化众生。这片地佛。原来是理性，理性，咱讲的理性，一般来讲是三性，吼、哦，声闻、妄觉、菩萨三性。啊，理性就是修行，理性就是修行。这修行包括着声闻跟妄觉。声闻那成就就是阿罗汉，妄觉那成就就是辟支佛。啊、哦，一般来讲。声闻是修素性体，好靠集灭道素性体。啊，那妄觉是修十二因缘，啊、哦，无明行识明识六立，啊、哦，处啊、哦、修爱处有生那是十二因缘，十二因缘。这片地佛，因为伊看到这个世间的阴面，看到一片叶啊，吼，为树顶安尼去有风一吹，落来了，伊就知影，伊安尼看，伊就知影，这个世间是无常的，唔免什么执着，哦，所以这妄觉，哦，有时佫叫做独觉，独觉啦，为什么叫做独觉？就算佛陀无出世，
伊只个伊个根基吼，都算佛陀无出世哦。伊个根基，一看到这个世间事相的变化，哦，这刹那刹那，行诸怀空的变化，心诸意灭的变化，这观觉，伊本身就应该看这一面来得到，来成就，来脱离三界。啊，那声闻是无法度。声闻一定爱挖靠佛陀的音声教法，才有法度成就。啊，圆觉哦，因为过去世所修的这个功夫善根较悬，所以伊伫个哦出世，无佛陀出世时阵，依靠伊家己的宿世根器，伊都有法度来成就解脱。这就是圆觉，有时叫做独觉。啊，这当然啦、啊。伊个根基就较悬淡薄啊，吼、哦，比声闻较悬淡薄，但是比菩萨阁低真济。为虾米？因为声闻嘛是为着家己个解脱来修行啊。啊，那是为着家己个解脱修行，伊对众生吼，都较无咧说法度众生，唔是讲无多啦，都算有，嘛是真随缘，有拄着则有，无拄着伊袂主动，袂主动。但是菩萨是主动的哦，咱也知啊，菩萨是不请之友，不请之友，什么意思？众生有困难的时阵，菩萨主动去帮忙；众生有艰苦、有烦恼的时阵，菩萨主动去帮忙，去解救众生，这都是菩萨啦，是不是？啊，那声闻无缘觉，伊大概无这种主动的个性。哦、有拄到伊就随缘度化，那无拄到就无啊。所以咱来看，菩萨虽然是现着辟地佛，吼、哦，这身份，但是你看菩萨是安怎？伊已经成就着大悲啊，大慈大悲的心。菩萨的慈悲是平等的啊，咱讲的无缘。无缘大大慈啊，同体大悲啊！菩萨一看所有的众生是甲家己是安怎共一体，既然是共一体，众生若有艰苦，菩萨都艰苦；众生若有病，菩萨都有病。一体嘛，一体，都是因为甲众生看作甲家己共一体，所以菩萨伊才有遮尔那大的慈悲。啊、哦，咱一般的凡夫可能是较无法度啦哈。看到别人破病，咱的心会对同情对方啦。但是你讲要对伊偌慈悲哦，要甲伊斗三工啊、哦，这可能斗三工都。亲疏有分别。嘿啦，有分别啦，亲疏有分别啦。哦，甲咱家己较好会斗三工啦。啊那，这平常时都对不？都结完滴个啊，插在去死啊，对不？卖插伊就好啊，哦，当作无看啊。合乎袂个安尼吼，合乎是完清平定，尽量来攻击着善缘呐。就算讲这个人过去世结歹缘，或者即世无小心结着歹缘，咱嘛是爱想一个方法，会化解爱化解啊，会化解爱化解。众生拢有佛性呢，将来大家拢是爱成佛的呢。啊，既然有佛性要成佛，咱都是爱抱着是甲众生尽量广结善缘。哦，那无广结善缘，咱以后要成就佛道，有真侪障碍啊，真侪障碍。因为甲众生结恶缘的时阵，你想要成就，伊都来甲你障碍。啊，你会感觉讲哪会安尼？啊，就是无结好缘啊。过去世你共阻挡啊，即世换人来给你阻挡啊，都是安尼啊，吼、哦。所以菩萨是现着辟支佛，伊嘛袂为着家己的解脱，伊嘛是吼、哦、来成就伊的大慈大悲，来教化着众生，嘛使一切众生离苦得乐。嘛使一切众生来生起着慈悲的心，即代教化有这两个意思哦。除了是救度众生以外，佮有教示众生嘛，教导众生讲嘛是爱慈悲啊，
有这个意思在的哈。啊，咱这节课的时间哈、啊、到了，先休困啊，下次节课再阁继续。大风轻轻。感恩法师开始，大众智者向法师顶礼参拜。向佛问讯。请东西端排班。